前轮啊。
低人下低，你爱了解别人，你已经去信过一个人啊。啊，那安尼去信比人较厉害，信过一个人，啊，唔是人比你较好办。好、哦，自己吃明，你家己有法通了解你家己，你家己有种对你家己作清楚。啊，你唔那有时做无私的物件，这叫做二元对立。那二元对立来讲讲起来，有达到迄个平等无？其实这两句话，如果咱今日若讲二元对立话，到第四句话你就讲袂落。第四话，伊连那个不食其数者救，数是不亡之修。什么叫做不低于数者救？为人处事不离道，自然依道，即个永久。即话就讲不食其数。啊，你讲为人处事不离道，那是他问咱各位，即话话讲到前面两话话当中，你有离道？你有离道无？那离道，你讲到社会的话，数人不忘之修，是不是叫数人不忘之修？因为你道本来就无死，佮无生，伊本来不生不死，不垢不净的物件。所以呢，你如果讲典型啊，离迄个是俗的本体，安尼叫做数人不忘，随即个法体的性别。但是咱的自性有性灭了无？所以呢，因为咱话有一个性在当啊，也就是讲，低人食低，自低食，自低食灭，这个讲平等，平等啦啊，讲平等。因为你若讲对立，后面先讲明落来；讲对立，后面先讲明落来。因为医生讲到底呢，讲到底，甲医德就相当啊，吼、哦。所以呢。第二句话，信任者有力，自信者强，这嘛是讲平等。咱各位，咱如果今仔日，那伫自信中，那迄个信任就是讲，咱有一个品性，有一个气性，有一个知性。我要来行你，你要来行我，大家想要去信任。那我请问咱各位，伫咱的自信中的内底当中，有要去信任无？有要去信任，无有要去信任人，你本来就服从，伊嘛叫做服从。啊，那咱服从以后，那咱其他个本来变现你的服从，我的服从，那加本来是变讲又出来以后，啊，那不是叫做平等啊？所以呢，你见你说的对不对立，但是你理的对伊不对立，所以这两句话叫做平等。到第三句话出来叫做低低价。富强者优质，这叫做见性欲望、战胜欲望。你讲你头前迄两句已经达到平等啊，你第三句话，你先避开了这种欲望。所以这战胜欲望就是讲啥物件？内德具足为之富，实行外往为之贵。内德给你低价、低价价，这叫做内德。因为你的德，你有具足，你有富足，叫做富。啊，迄个内德富足，叫做富，迄个解释叫做德。外口呢，有一句话叫做啦，强人强行者智，迄个解释叫呐，实行大王为之贵，迄个解释叫做德。那富贵，低低低足者富，叫做德。自是迄个行者的强行者智，啊叫做慧，这个慧，富贵不是咧讲金盘顶有钱富，即个富贵达到了无为而贵的物件，这是咧讲到内心中的富贵，自心中的富贵，那你自心中已经富足啊，那安尼当中你无你。真正富贵，你连一切物件，无因为物质的追求，去影响你内心的世界。安尼有富足无？安尼你有道无？咱的道，你去摕物件开，伊嘛会较低呢。你无去开，伊嘛会较少呢。有那讲可以自信，不富足。啊，那咧富足，你的自信富无？
咱的自信中的当中，拢总无欠一点，没有缺少一点点，没有增加一点点，安尼叫做具足。那么何其自信本是具足，但是你自足你的本事了后，伊第句话，咱来跟你讲，胸型加有志，什么叫做胸型？你今日一切，你无想到一切就是在做案，你无想到一切是在在做案。你无啥一切贪嗔痴慢疑来作案，安尼有亏无？安尼有亏？当然你有真正幸运，有迄个亏，该算叫做得。安尼叫做得。到上尾仔，上尾仔，伊就讲啊，迄个迄个算天龙头。伊讲不识其所者救，不识其所，你不识其所，你识其什么所？迄个所就是功德，迄个所就是。具足的道，你无失去了道，无失去了一所救。咱的自性中有是有无？有啊有。咱的自性中无断，当无来，无去无来，当无代志。但是呢，这叫做具足，有来有去，叫做成熟，叫做本质，叫做对立的物件。所以才讲不失一所者救，不失不灭，咱永远。善啊，尊严。所以你这个当中呢，唔呐后边，你不是后边来讲，素人不忘为修。那安尼当中，咱买来结论，就是你有道德，你有富裕的道德。一个富裕，你人该说不就富裕啊？人该说不就富裕？你就得是做生意。一个富裕在事业呢，你就道德。你有道，流露出叫做德。那安尼，你素人不忘为修。但凡啊，你老天上面老天干，即句话，所以呢，这是咱话啦吼。后背向后壁，不是伊所食为救，是你不忘为伊修，伊道即相当，你与道即相当。哦，这是咱话哈，哦的浅浅的这个的看法，这个一句话会勒住一句话，到底伊是咧讲的什么意？因为你一定要驾驭，一句一句了咱解释，一句一句了咱解释，因为你解了到尾，有当时也变成万丈深渊。所以呢，伊这句话来讲叫做情依旧，后边头前又叫做情，伊先叫做情，先来解释叫做无为，先来解释叫做无上，先来解释叫做无用，先来解释叫做无上。那安尼你达到无为到无上，偏后边叫做哪？那已经超于万物，超于二元对立，你达入到实相了，实相的实体那个就得了哦。那当然了哈、哦，不可能你时间到四点半哈，那是啊四点了哈，啊十五分，啊因为当然那三十四分啊三十四钟了哈，是讲对实体哦，对中的不是实体，啊因为我。对这个三十五种啦吼，老时间啦才讲到三十种，啊那无时间啦吼，哎，啊都做完结束。那第三十五种为了讲什么呀？叫做接待枪，接待枪啦吼。迄个接，叫做接手待枪，咱是来了解什么叫做待枪？迄个待枪，伊叫做钢刀啦，钢刀，你接伊刀伊的本体。人接受太多，都是以多而强。安尼简单讲起，叫做接受大大强，叫做接多而强。但是接多而强又讲唔掂，第一点就是讲天下旺，旺而不寒。但是先两句就带到后边三，后边三句，安边谈，若以你贵贵客气，这两。就是只后面这三，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叫做多支出口到后边有三，伊讲单货易无义，心意不坚，天理不闻，用字不可见。我因为咱这多支出口后边在讲三段，头前天若旺，旺而不好，伊在讲三段，伊在解释迄个三段。啊，这三段是解释这物件。伊讲天啊，旺、哦，这个道的物件，
吼，因为这道字形啦，吼，伊超伊伊无啥物人会得比较影响着。伊讲就是讲，迄个天啦，吼，伊是世界，伊宇宙对一个角度，因为无对一个角度影响着。因为伊无论伊对一个环境，对一个能量，伊拢做不到。所以妄语第三句，妄语不害，无论靠对一个所在。拢未受着迫害，倒个物件才受迫害。因为有思想、有厉害、有对立，内底当叫公道，也有对立派。那倒个内底当叫什么叫迫害？什么迫害？我是要讲出当个的理由。你有一个思想，本身你得本，但是你的思想所造出来的一切的物件，是因为这个对立派，但是也对自性迫害的。因为你话受的，伊就有哪处；你话欢喜，伊就哪处；你阴暗时啊困眠，伊嘛是做；你阴暗时啊困到足好，伊嘛是做。啊，有去分辨来着？伊运用着你的四百害来你的当中，伊未去甲你变害，因为道的本质就是讲做事本质是道。伊运用你这个八德，你的喜怒哀乐和伊的做事无关系。安尼咁听我意思，所以就来讲，天下恶，因为伊这个刀自行运用着你的四十百害，你的四十百害，四十百害比你个天大。安尼来，因为上天有一个大天，咱有一个小天大。但是天下恶，妄语不害，因为我这个自性里，我这个四十百害的运作内底当中，哦，因为无人会看别害，你看别害着。因为咱有用遐尼六里二六里对立，啊，生甲死，有离甲合，有歹甲无歹，即种叫做二合不是一。啊，若甲自性迄个接大枪、接手大枪，你接手迄个刀内底，甲有对应无对应，所以叫做妄无害。所以你即个咱个运作个内底，伊绝对无因为受迫害，嘛无因为受迫害来无。但是后壁三。上古的你会听咧，安平都以你为己去，甲你讲到处地方无受着，哦，无受啊，即、這个破坏而得平安。所以因伊得到对一个所在，伊无受着迫害，哦，伊平安泰，做平安咧。我请问恁讲，恁住在西藏发展的时阵，恁先住哪？因为咱的自性是公道，对于咱的生活内底当中，伊煞如家己在咧分享，听到未？有因为你的喜怒哀乐，伊甲你讲，你今日甲欢喜，我走一个较紧；你今日无欢喜，我要走一个较慢；你今日食较好，我较欢喜；你今日食较歹，我较无欢喜；你今日有赚钱，我较欢喜；你无赚钱，我较受苦，完了无？迄个自性内底无错。迄种是你的气性、你的执性、你的本性所造成的，迄种离道、离开你的本性非常远。这不是你的本性所造成的，你是你的执性、你的气性、你的本性。所以呢，因为伊道妄语不害，伊安平泰，伊伫做一个所在，可能做平安、做顺事、做自在，甚至乐伊呢，乐就是做欢喜，无论是荣华富贵。哦，对他来讲，全都是无闻。你就是讲食物很好吃的食物，一耳啊，你做快乐，你食出好，乐于你，因为贵之天，迄乐华富贵，好像一边的平原，是不是啊？好像贵之天，好像一个平原一样，你的享受，你的快乐，你的一切物件，将着你输给对方，这是道义论的本质。道的本质不在物件，哦，所以你们安平泰乐以你为止客，你到迄个止客，你一人生过程到尾，你爱回归了啦，回归你的本源，回归你的本源叫做道。即第一段你讲哦，第一段是讲哪样？道字出口，啊，什么叫道字出口？迄、那个道字出口，就是你讲，你不讲话轻薄吗？讲到欠无嘛，你安怎讲讲袂落？你讲到欠吗？
你敢讲道理有使吗？道理粗俗粉啊吗？道理手机吗？道理了讲就一简单。哦，这个呢，道之出口啦，道之出口啦，迄、那个道，互你毋是会当用嘴去甲表达，上到之言，来上到你就下到之言，你无做啥，我都用着你甲表达，用着出口来表达道理的实相。你我都听讲，但是伊用三点，三点来支持道出口。第一个问题。当何以无为，时日不足见，天理不足闻。当何以无为？你讲道吗？那啥嘛无为呢？嘛不注意呢？哦，无心呢？无感，没有颜色了。啊，咱拢讲啥？哎，叫做道主言啦。那讲叫做啦，没有色就没有颜色。哦，啊嘛无为呢？你讲啥嘛无为？讲为？你有闻到空气？你有闻到味无？那空气啦，那空气的味，你无味嘛？哦，所以呢，伊就是吃冰箱的物件，无有什么意义，无有什么欠不可测的东西。你敢讲你欠，伊个就欠；啊，你敢讲你轻，个就轻；啊，你若要讲偏，个无味。啊，你要讲啦，啊，个就倒，叫做主言。迄、那个自然的状态就成了哪，就成了自然心理幽灵，幽灵而不为无人而无法。你讲今天四章，七章自然以生理幽光的内底当中，你讲有人去咧画，伊会变出水吗？无人咧甲画，伊会变出水吗？伊敢袂安尼？伊无因为你要甲画，甲唔甲画，伊展现他的美，伊的本质。道的本质就是讲，你们无你阿听我的话，你阿听我的话，无这个道理，它是很自然的环境。所以，伊在讲，道是出口，唔是你会当用语言的来表达伊的呈现的物件。第五个，伊在讲，时机不足见。我今天看，我看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来讲五个。五音见闻的修持，五音见有一天看到哪位？闻有一天闻到哪位？得有一天得到什么？因为是什么？你那后面有讲缘界如来真实，缘界就是不了解嘛。我若讲见到如来真实，我来了解嘛。缘界就是因我相信的物件，互相相信的物件，我才知道这深的道理。但是我想要得到。我今见闻的修持，我是要修持这个，但是我个我同另外一时间，所以这个的见而不见，见不觉；闻而不闻，不觉；得而不得，个得不觉。唔是互你得着，个你得着你麻烦；互你闻着你麻烦啦；互你见着你麻烦，迄种见魔鬼，迄个见是体。所以你该讲，我观之不足一见。我无物件，我本来都无物件，我有一个物件在你思想内底当中变化。所以呐，我一句讲，天地不足。我当听，你听得哪？天地不分啊，文化界呢？因为理想高楼，理想真，理想的跟公心如，理想的讲发展，那心里花费的物件，离开上哦，不是目睭看到哦，不是耳朵听到哦。你刚听到话就发表都发表好贵哦，啊哪呢？不仅你看，刚刚奇怪奇怪，我讲福建是无好，你肯用心去改变，好唻，我福建是实在不实在。所以那个讲，用智不可欺，迄、那个欺的解释讲，无论你靠什么环境，天长地久，一定用袂尽。迄、那个欺就是讲，你到天长地久，无论你用几百岁、几千岁，迄、那个道道你用袂尽。这个气，恁的《道德经》，恁的办法后边，这个部分，听起来讲用一部分，因为一刀子出口，当我一无为，时机不足见，天地不足闻，伊个做阵叫人讲用之不可欺，他用都用不了，你安怎还用得无？这部分就是在做电脑，所以实际上呢，这
你爱接受迄个道，但是现在讲道本体，但是你不了解道本体，你变哪讲道本体哩嘛？所以这点足重要。咱不了解自信，你变哪讲自信？时间咱分量吼，我当然到三四种来啦，三四分来啦吼，即个三四种来，四大种。陈大，你甲发出去，你就知影。迄个清代将是用啥物啊？用道的本体，海道的本质，道的实体，空有的不怕，这个就是用这个物件。大道反体，迄个大道反体，就是讲，因为咱早头吼，迄个叫凯宇嘛，对吧？对啦，我先来讲这个，迄个反三个意义在分析啦。不过因为这个反呢。量不变的大，变得极大，变得浩大，没有边际的，变得宽。大多的物件就是无边无际的物件，机可作用，包含一切，作用就是趁着咱处理方位，包含一切的，变得机可从所有拢拢都在在包含内底。好，所以第三句讲，万分是文，是文字，理不是。迄、那个诗就是依靠艺术，万物咱依靠着道，只有物依你艺术这边提升。所有拢道，天地所在，好嘛，地地所在，哦，即、這个所有的物件拢从道而生，但是道伊袂甲你死，道伊袂甲你离开。所以第三个万物诗，哦，即、這个万物诗只提升不不死。伊袂甲你死啦吼，但是伊第四句就讲，古圣伊没有道的物件，伊袂去讲，但是叫做大讲，伊袂接受叫做朋友，所以就讲第五句话讲，以用万物以为主，所以咧伊以用万物，但伊无主，所有万物拢我道的化身，他是我不甲你讲，即拢我的功劳，我不主。我拢怪讲，伊无这两面条，所以呢，伊到一句话，就讲一句话，再下底落来，伊就讲无道德的实体互咱听。伊讲相欲可名为邪，伊就相欲，伊就无像咱人迄个欲望，有迄个嗜好对立，伊无欲望，所以伊是常无欲，所以呈现平常无欲的。他不见怎样，一直并不见，一直在给你误会的。他没有拥有的，可别一笑。阿那安尼白讲，那小是小作难的，那是就是那小多，那小是无名小作难的。后边咱讲哦，万物归也，以物为主，一定万物拢爱归，归嘛。你若离开多，其他归，咱就是哪里归咱，你后边再。所以你死板，你所有千差万别爱归道，爱归你的祖先，让咱后边听较有啦吼。归，但是你的祖先，你这哦学出啦，拢我，但不我你这物件拢无找我哦。你的祖先按按按讲，啊无啦吼，因为你嘛是因为照顾了上好势吼，所以呢，唔得讲。万物归也，以物为主，所以呢，一人一种并不存在。所以后边归了，可别为大，这种的德性实在太伟大，这个道的本质实在太伟大了。以其将不为主，以其将不不自为大。伊将来，伊无家己讲我是做伟大，伊无家己讲到这个。我自己才伟大的，主都不本来为你，那一波开始出现，我做伟大，后面不会呢，过年新一代，那安尼一波好外心，你是能做出点的方法，你敢怀疑嘛安尼，你不敢怀疑嘛安尼，你敢认得你嘛，你不敢认得你嘛，你这是做点的方法，所以一波新一代，过于变成了新一代，以浩瀚的伟大。所以这个叫做道义的本质，第三十四章圣贤章叫做道义的本质，你是不是？啊，这是。
好闻。啊，花店绝对不是你家的，这是我们谁用啊？谁在说话？刚刚，小小的看到蛮丢的，啊，当然咯，丢的所在啦，哦，蛮希望来过年，让老乡乐趣充，老乡包容。今年今年今年，免钱多些，而且啊，不收大头，你是领导，我以前领导员，有点面子，有点香。但是今年的时间，就是一步再慢，就是分隔两层，然后爱先地先，啊，所以的话，你我这个这个办的是不错的，这个刚需的不错的，放心，那你们只要你们刚需，就那不偏，那就那就是应有。我在跟他们介绍，你心胸胸，你观念胸，你德行胸，那你来心胸胸，介绍一下，这些我看看吧，这样。面对最好就是各位的先进的关系内好，谢谢各位。三楼上升分了，阿哥这位时间感谢主宾。